发到达官亭。达官是一个很短的短陡坡，爬升大概3公里，将近300公尺，非常的吃力。从安康路二段跟车子路口出发，我会从加油站这边开始计时。穿过安坑轻轨之后，会看到更新医院，地上有路标指示，往左边上达官社区。第一段的坡度大约5%，因为路很直，所以没有感觉有坡。左边是我很喜欢的意式餐厅，过了招牌之后会看到桥。桥之后会来到达官最陡的一个坡，这一段的路很大，但是坡度会一直维持在10%到15%。看到前面的检查哨，继续撑下去。拍摄的这一篇气温是38度，只能尽量找树荫躲太阳。过了警察哨，还要再撑一段。坡度会一直持续到第一个大弯，看到里明服务中心，就是陡坡差不多要结束了。过弯之后会看到便利商店，如果是做反复爬坡的训练，可以当作补给站。我通常会用达官社区的编号当作指标。比如说右手边这个是 A3 社区，当你看到 A7 差不多就是要到顶了。达官社区的上坡路段有2线，自行车的爬坡速度比较慢，尽量骑在外侧的路线比较安全。后段的坡度大概维持在5%到8%。达官社区有接驳公车，还是要稍微注意。穿过不同编号社区，都会有法夹弯。
马甲湾对爱奇山路的人真是有种特殊的魅力啊。右边是 A4 社区，有没有看到右边的 A7 区招牌？那就表示剩下一个法甲湾就要到了。看到篮球场要通过最后一个弯了。最后一段如果还有体力的话，可以尝试冲刺一下。可以看到右前方的达官亭了。马上要到终点。